左英杰接受德国军官特训成绩第一，至今保持单次战役狙杀日军的记录。这次任务，他关系到了这上百万中国军民的生命。 上次任务失败了，这次又遭到伏击，你不觉得这中间有什么问题吗？你的意思是，有内奸？你有证据吗？我的经验就是证据。やつは必ず俺の手で始末する。黑死者。500メートル以内の全狙撃ポイントに兵士を配置しろ。现在是我们算总票的时候了。 98K， 德国造，谢了。